就是。当下说，姓贾。姓贾，对，好像没几个。那以前新人时代有遇过比较不舒服的？完全没有。就说完全。因为吃下豆腐。没有人会想要吃我豆腐吧？没有，这没有，这没有遇过。对啊，我们没有，我老婆吧。OK。自己在讲。还有谁？不是他迷途人家。每个人都点名一下，他没戏。是来参加。他没有迷途别人。这些人没有迷途他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所有事情哪一件跟我有关？到底事情来得很突然，大家可能也都就觉得资讯量太大了，对对，资讯量太大了，对。但是就是希望一切大家都好，就是这个事情也不要让大家影响太多，对。觉得好我们一定没有资格说我们是无辜的，因为还有更无辜的。不是说多了，可以吗？这样讲可以吗？好啊。今天整个很紧张，想说啊，这个回答对吗？我很少坐到他旁边的，因为我都闪超远。没有啦，我觉得，对，就是，看了很多的新闻或什么，确实，我相信你们一定也都更多的感受，对，就是很多情况都不是我们想看到的，跟很多事件，我觉得都是，对，所以希望。大家都好，就是不要再那么辛苦了，对对。我看了，但是我真的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到底有什么。因为我说真的，因为很多很多很多的，然后都有很多的声明，而且你们现在的标题都下得超级耸动。我看到标题说，到底要不要进去看？算了，我先去忙别的事情，然后我就会错过很多的资讯。对对对，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。我没有看原文，我有看那个，就是新闻出来的一些，对对，但确实也很少，我就是私底下就有时候去球场会碰到黑人哥，对，然后小朋友因为他们都已经上小学了，所以是不同学校的，对对对对，就在他们还是幼稚园同学的时候，那以前新人时代有遇过比较。完全没有，说完全。因为吃下豆腐，没有人会想要吃我豆腐吧？没有，这没有遇过哎。对啊，我们没有，我老婆吧。OK。自己在讲。还有谁？不是他迷途人家。每个人都点名一下，他没戏。是来参加。他没有迷途别人。这些人没有迷途他。我刚刚就在想说，所有事情哪一件跟我有关？真的不要跟别人。太好，没迷途。那你要交友圈广阔啊！我到底？还是